WhatsApp 吗？还是 SMS 都可以的？都可以贡献一下。今天我们的小问题就是，满分是十分的话，你会给自己打几分？对，其中有些朋友的答案蛮有趣的，给大家。十分我会给自己七。哎，不可以这样动了。十分我会给自己七分，三分是因为我长得太胖了。哎呦，不要这样说自己嘛，对。每个人都不一样。好，下一位。他察觉到了。对 ，OK。哎呦，原来不可以这样子的。